可是您说，您跟我爸分开都这么久了，是吧？这强扭的瓜也不甜。我劝你一句，要不咱放手吧。放手？不行，你爸要是跟别人结了婚，我就去死。怎么样，阿姨好点了吗？你陪我坐会儿吧。喜欢看星星的孩子呀，欢笑着不会长大，看院子落了一地花儿，时光怎么不停下？奇怪呀，你为何笑我傻？少了冬季的春，还是春天吗？哎呀，哎呀，我终于回到家了，太舒服了。哎呦喂，这住院住的我人都抽味儿。姑奶奶，医生说了啊，不让你做剧烈运动，小心点儿。哎呀，放心吧，我死不了，死了谁照顾你啊？谢谢啊，我这份心你就别操了，你现在好好想想谁来照顾你吧。啊，我得赶紧走了。哎，啊，不用想，你照顾我。你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我都想好了，你呀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就搬过来住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啊，哎，先住客房，反正咱俩早晚的事儿。想什么呢你？哦，我搬过来伺候你，做梦吧你。什么叫做梦啊？我告诉你啊，医生都说了，我现在离不开人。那我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不后悔啊？再说，哎，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不管我了，我可怎么办？嘿嘿嘿嘿嘿，您有一亲生姑娘，她是你唯一的亲人。我跟小小说好了，她下了班就过来陪你啊。啊。小小来陪我啊！哎呀，小小来陪我，是我照顾他呀，还是他照顾我呀？您将就点吧，我得赶紧走了，好几天没上班，单位该把我开除了。有事儿找小小，尽量别麻烦我，谢谢。庄志存，拜拜吧您呢。你给我回来！大傻帽。进来。
我这几天一直在医院，耽误了不少工作。出院了？啊，刚给送回家。处理完了？什么意思？我是说你和你前妻的事儿处理完了。啊，病是好了，但身体啊虚弱得很。大夫说身边啊要有人照顾。好了，我知道了。这段时间就算你事假，奖金全部扣除。成。你还有事吗？刘凡，那天在上海。好了，工作时间不谈私事。再说，现在也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干净了，再来找我。回办公室。爸。嫂子。哎。不是。爸。妈。我来了，哎，快进来，那个，快来坐到我这儿。啊，好。爸，我姓嫂子是我请来的，今天我跟凤儿有话要跟大家说。嗯，在座的都是醉八仙饭馆的股东啊，静儿虽然没参与，但也算咱们家庭的一员。三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说吧。爸妈，大哥大嫂，是这样的，醉八仙到了明天呢，租金就到期了。我也实在没有钱再去付租金了，所以翟小毛明天会来把饭馆给收回去。盘这饭馆是我的主意，这段时间经营也是由我来经营的。是我孙凤没有本事把这饭馆继续支撑下去，害大家有这么多损失。对不起。不赖凤，怪我斌子没本事，对不起大家了。干嘛呀？把头抬起来，凤儿，别难过。凤儿不哭了，把眼泪擦干。我今儿在这儿说句公道话啊，盘这个饭馆是凤儿起的头，可是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出了问题要继续干下去也是大家同意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凤儿他们两口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这饭馆上了。他们两口子能把饭馆撑到今天，你们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妈，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有功啊？有功啊，起码让咱们这些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咱们老庄稼人把这么一个任何人都知道无法经营的饭馆愣撑了一年之久。你给你爸挣足了面子。
你说过，就是死，咱们老庄稼人也要站着死。凤儿，你做到了。说得好，三儿，凤儿，你妈说的对。你们不知道啊，我那些老朋友、老兄弟们，啊，你们的叔叔大爷们，一提起你们两口子，就挑大拇哥。以前呢，我很少表扬你们，特别是三儿，从小，不是打就是骂。可是今天我要说，三儿，凤儿，好样的！行行行，凤儿。爸妈可从来没这么表扬过我，不就点钱吗？赔了就赔了，多大点事儿，啊？哼！这样，三哥、三嫂，如果你们还有信心撑下去的话，下个月的租金我来出。哎呀，还什么下月呀？不就每月7万多块钱吗？我再给你加半年的。好，真的谢谢大家。好，通过这件事情，咱们全家人能够这么齐心协力，相濡以沫。我这个当妈的深感欣慰。你们的好意，我们两口子心领了。冲你们这些话，我们付出的所有的辛苦都值了。醉八仙，咱们就要不做了。你们两口子把醉八仙的职工要安排好了，不能差人家一分钱。妈，我会的，你放心吧。三儿啊。凤儿，明天你们要昂首挺胸，走出醉八仙。抓紧了、啊！你看我这眼睛，昨天哭的，现在肿得跟核桃一样，怎么见人？那还得去啊！杨师傅、小陈、小丽都等着你呢。你不跟我一起去啊？那就算了。抱头痛哭，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受得了？张小毛几点收房子去？2点。2点之前，我准到。开始，醉八仙就不是我们的家了。
什么都不说了，谢谢大家。我可以放你们庄稼一把，按月交不上租金没关系。我可以把你们压在我那儿的两个月的押金让你们用完，但是这两个月之后你们要是再交不上租金，那对不起了，卷不开，俩字儿，走人。之前咱俩慷慨激昂的大话都已经放出来了，这饭馆要是真的不上课该怎么办？老爷子把话都撂那儿了。饭馆要倒了，他在北京餐饮业的面子就跌到家了。盘这饭馆是我的主意，这段时间经营也都是由我来经营的，是我孙凤没有本事把这饭馆继续支撑下去，害大家有这么多损失，对不起。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凤儿他们两口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全部的精力都扑在这饭馆上了。你们不但无过，反而有功。我很少表扬你们，特别是三儿，从小不是打就是骂。可是今天我要说，三儿、凤儿，好样的！喂，哪位？请问您是庄志斌先生吗？是啊，你谁啊？这东直门南大街甲二号楼一门601那房是您的吧？是我的，怎么了？啊，你好，我姓贾。您现在有功夫吗？什么事儿？如果您有功夫的话，我把地址发给您，有个事儿跟您聊聊。我也不认识你，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哎，差不多了吧，啊，该腾地方了吧？我们这还一堆工人等着干活呢。哎，着什么急呀？我们家男人还没来呢。庄二斌，好啊，那等他来，我倒要看看他那会儿那么牛，今儿还有没有脸来见我？等就等呗，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呀？哎，你们真要卖我的房子？您开个价吧。你们才多大呀？拿我打岔是吧？大叔也瞧不起咱们。哎，
谁是你大叔？我长得有这么老吗？没有没有。啊，得得得，算了算了，我说错了，大哥行吧？这还差不多。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没诚意，我颠了。哎。中行、建行、工商行，喜欢哪行您就刷哪行。挺好。那当哥的也不能害你们，我那房子的情况你们了解吗？网上那广告我们哥几个可都看了，不就是一鬼屋吗？要不是这我们还不要呢。巧儿，嘿嘿，有点意思啊。不是，看你们几个这打扮也不像没房住的主啊。嗨，要我那鬼屋干嘛呀？大哥，这您就甭管了，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得，这么着吧，您房那地界一平米差不多80000块钱。嗯，但是您那房哈，您也知道情况，我们哥几个给您7万，您要说成，咱就办手续，这钱您的了。您要说不成，那我们哥几个走了，有钱还买不着房吧，是吧？多少？7万啊。7万呀，大哥，7万您还嫌少啊？够意思了，大哥。就是，除了我们哥几个，谁能出到这价？就是，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真的。你们这几个哥们儿还有点格局啊！走。怎么了？干嘛？哎，刷卡签合同啊！得嘞，走着。得嘞。哎呦，都3点多了。这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啊？怎么着？不接？真怂！我们家男人说今天来就一定会来。来？我这都等了2小时了，连个人毛都没见着。我这一堆工人等着干活呢，行不行了？翟小毛，我租金交到今天为止，也就是说今天12点钟之前，这醉八仙还是我的。你要是愿意等你就等，你要是不愿意等你就走。我肯定等啊，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把式出来。他庄上边到底是只老虎还是只病猫？是不是个爷们儿？哥们儿，该签的、该办的都齐了，就等过两天拿房本吧。合作愉快。大哥，那280收着了吧？收到了。跟你们办事儿真是痛快。哎，我现在总能问问你，你们要我这房子干什么用了吧？大哥，这么着，1个月以后的今天，我好好招待您，到时候您就知道。嘿嘿，胖子。嘛呢？办完了吗？弄完了，弄完了，赶紧走，一大堆事儿呢。走了，大哥。
哎呀，哎呀，花儿，差不多了吧？哎，这庄二斌他也不敢来了，你这别耽误大家时间呀，啊？花儿，听我一句劝，痛快、麻溜、利索的带着你人走着，啊，给我们腾个地方。离开醉八仙，那收拾收拾，走吧。哎，这就对了，早说呀，哥几个。咱拿着家伙事儿，把这些杂七乱八的东西都给我敲了。好嘞，别这是，过热闹啊！志斌，干什么呀？真以为我庄志斌改脾气了是吧？哟，庄志斌，你还真敢来！哎呀，少废话！我们家饭馆，我凭什么不来啊？哟哟哟哟哟！你们家的馆子，你说这话也不怕外面风大把你舌头给闪了？我告诉你，翟小毛啊，你别跟我这臭来劲。带领的人出去，出去，别动！志斌，志斌，志斌，咱们走吧。在哪儿啊？没事，你踏踏实实的待着。哎，庄志斌，你要干嘛呀你？我说要干嘛呀？我这房租是不是交到今天为止？啊，那就是说我现在把房租续上，这饭馆还姓庄是吗？续上，行啊，来，拿钱来。钱在卡里呢，拿走。哪来的钱？你甭管了。回头我跟你说，庄二斌，到底是玩哪出啊你？哪出都不是，交房租啊。听不懂啊？哼。租金，一个月的租金是吧？那不行啊，按合同来。押二付一，之前管你要一个月，那是给你面子，现在不行了。你要在这儿继续开饭馆，仨月租金一次性拿来，一分不能少。来，我就知道你小兔崽子得这么说。这卡上正好三个月租金。顺子，过来过来，给我，不生我气了？你谁呀？我生你气？犯得上吗？哎呀，行，想明白了吧？上午这来上班来吧？上班？我一高兴能把你的酒吧买下来，你信吗？你要是闲了，想在这儿坐会儿啊，我欢迎你。啊，你要是想拿我打岔，我没时间伺候你，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查查，欠你多少钱？什么意思？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喜欢哪个刷哪个。这伪造银行卡可是重罪啊！别开这玩笑，我那钱你不着急还我呢？啊，你气的谁呢你？嗨，对，我也是，你这根本就没有取款记录，值多少？
扶着我。猴子，猴子，哎，哎，哎，哥，你怎么来了？我正忙着盘库呢，是吧？瞧你这下三滥的德行，你把这给我摘下来，我摘下来，跟我走。哥，我是别砸我饭碗呀！我这不是还忙着呢。不走是吧？想好了吗？别后悔。哥，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哥，不干。哎，三儿，你走了，我这儿怎么办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管。这才是我兄弟说的话。走吧。哎，顺子，以后你要再挤得我，我就摔你。多少？280万。没错，房子咱200万拿的，净落80万，再加上收回来的40万首付款，我手里现在120万。哥，我真是佩服你啊！你看顺子吗？脸色都紫了。现在你这事儿干的是真够漂亮的。要么说，哎，信三哥得永生，跟着三哥走，天天喝的酒，是不是哥？别跟我贫啊！是，你今儿没在场啊？啊！我把这银行卡啪往那一拽，怒吼一声：“陈小毛，带着你的人，打！”哎呦，这气势，我都佩服我这气场。哎，当时是不是都哭了？不哭也差不多了。行了，明儿你在醉八仙候着吧。儿已经回家报信去了，我得赶紧回去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走。啊，行行，来，哥你慢点啊。好，好嘞。怎么干？我告诉你三儿啊，这回必须得听我的。爸。30-40万的装修费我都备齐了，剩下的怎么着？您和妈是想继续投资啊，还是想把本撤回来？哟，三儿，我和你爸要是把本钱撤回来，那不就成一打工的了吗？那你可得想好了，多少有点风险，到时候要真做不起来，天上可不会掉馅饼啊。我对你爸有信心。得嘞，大哥，你呢？不用考虑我，我肯定跟着家人同进退啊。大哥说的太对了，我今天还给嫂子打电话了，她说她全力支持我们。既然是全家人的事儿，那我也出一份力。哎，多多益善，多多益善，你出多少？那我就跟大哥和慧心嫂子一样，我出10万吧。起火。明天我就去找董先生，让他帮我好好设计设计。我找大头，装修改造的事儿他都包了。你别着急呀，马上就要到春节了，我怕来不及。哎，这样啊，凤儿，你呢，照常营业。我们先把装修的材料啊准备好了，过了正月15停业装修。行。装修的预算是40万，啊，净出了10万，咱俩等于出了30万，啊，还给东子爽的臭嘎巴18万，啊，这就是48万，啊，再给翟小毛啊押二付一22万租金啊，然后侯三那个。鬼屋也投了点资，连本带利还给他，我再置点行头，啊，
再刨去这几个月的贷款，拢共还有30多万，全交你吧。这100多万还完钱也没剩多少，这就够精花的了。不转眼过年了吗？你和文居买点新衣服，给咱爸咱妈志存庄静多添点。斌子，你赚钱不容易，置办点行头装门面是应该的，给爸妈他们也买点礼物，我跟儿子就不用了，别乱花钱了。那哪行啊，驴粪球不还得外面逛呢吗？我知道你是对我好，但咱们手里总得留点钱是吧，要不然心里不踏实，以防万一呗。还是你会过日子呢，行吧。春节咱倒能赚点钱，我这一装修这又得停业呀，一个月房租就白扔了。老头开的是私房菜，这成本也高，我心里也有点打鼓。我心里也七上八下。我再算算。哥几个，钱都打你们卡上了啊，查清楚了啊，了了哥们一双心事啊，辛苦了。二辫子真仗义啊，说话算数啊，靠谱。行了，辫子，咱这账就算清了啊。得嘞，没错，辫子，这钱这事儿了了。怎么你那上次说那烤肉季五只，你还记着呢？不是，你怎么蹬鼻子上脸啊？啊，我哥挣钱容易啊，还想着烤肉季五吃，你要不要脸？什么意思你？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大老爷们儿啊，挺直腰板迎风站，打碎门牙霍血吞。我装着兵，吐口吐沫都是钉儿，说话能不算数吗？不就五吃吗？走着。得嘞，斌子，你把这喝了。行嘞。屋里的部分呢，可以根据钱多钱少咱们编排着办。可这门脸儿得重新做，这门楼得翻建，将来这个庄家菜的匾就挂在这门楣上。嗯啊，所以这门楼还真得好好的做一下。将来这个屋檐什么的都得彩绘，还有这个什么门墩儿、台阶舞的，都得讲究点儿。董伯伯，照您这个设计图来看，这个门脸儿就像是一普通住户。这但凡的再把院子里的这大棚拆了，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太不像饭馆了？从外面看就是一普通人家，这客人打院里进饭堂，这就对了。私家菜要的就是这私密性。可是我……哎呀，我说凤儿，你就别可是可是的了，说你没文化吧，你还不爱听。我说老董，嗯，你这个设计靠谱。跟我想的一样。咱们二列这个水泥套锅28年，就88年啊，到今年呢正好是170年历啊。咱们这烤肉这个叫炙子，咱们这个吃法呢叫五吃。为什么叫五吃呢？就是踩着这个板凳，再要搭着这个毛巾，这个架上有咱们北京爷们这个范儿。哎，对，然后咱们这个叫炙子，咱们这个炙子呢，上边是一条一条拼凑上一起的，它不是一整块铁板。啊，这里边呢烧的是果木，果木燃烧的时候呢，这个香气也能从这个缝隙沁到这个肉里边。所以放出来这边有口感不一样。咱们烤肉用的这个呢叫筷子，筷子叫六道木，也叫六棱木，它每根都是六个棱，长出来就这样，没经过任何的加工。像咱这个木鱼挂菜是高木，就是这个哎，这一块儿，然后哎，赵聪来，哎，来嘞，要把这香菜倒里头，哎，香菜倒里头。咱们烤肉呢，分老嫩、焦糊、甜、咸、辣，还有这个怀中抱月这8种口味。啊，您吃着，我就给您做这个怀中抱月，开吃吧，来。来吧，嘿，别说啊，这边烤边吃，这肉看着都嫩。
还有这个，给他摆个桌子，这个是叫怀中抱孕。哎，老斌子，这怀中抱也不赖呢。感情这一碗肉三百多，咱这五个人怎么都得三千多块钱。赶紧吃吧啊，这也堵不上你的嘴。要想省钱呢，这个什么家具舞的，咱就甭太讲究了，榆木的就可以。榆木的啊，我要红木的啊。这大堂里摆的这个古董啊，也不能是新玩意儿，好歹我家里啊还存了点老东西。就连餐具，是吧？我也不能凑合，是吧？盛鱼的、盛汤的，盘子、碟子、罐子、碗。那都得到景德镇去定制，还有那菜谱，我都不用本儿，嗯，每道菜都写在扇面上。是岔开的风，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飘飘洒洒着流絮，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什刹海的夜，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轰轰火火的吆喝，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什刹海的冬，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兴高采烈的北风，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努力做好自己，才不会辜负你。